南投县新义乡的土地面积有1422平方公里，其中还包含了林务局推荐的15年韩国原住民的保留地也到，都有民族来拼土地来讲，为了提供土地的管理的效能，乡公所特别的经验图成立了土地管理所，希望将来做得有效的来提出用钱办理土地的问题。为了有效管理新义乡境内土地租用问题，乡公所特别同本来托农业科提拨的土地审查费，独立出来成立土地管理所，希望是在提供涵盖一片民众的土地管理效能。来成立这个土地管理所，希望让我们新义乡很多年来的一个土地的问题，或者是土地办理土地业务一些的困难，或是一些程序能够得到最佳的一个改善，让我们的乡民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土地的一个服务。因为新义乡土地面积广阔，其中原住民保留地为12000公顷，这也是新收到乡亲重视的部分。希望未来是得到涵盖地动的改革。大家都不要有纷争，我们的最主要的诉求是这样子，大家都有土地可以做，不要造成政府的困难，也不要造成我们的农民的损失。那么想了哈，土地管理所成立哈，也还没你提防哎，重量哎哈，个问题哈，要好好来想办法来解决。除了原住民保留地之外，目前新义乡境内还有林务局、台泰信任林地，拢有农民协助耕作。未来来到土地管理，听说影响当地农民的权益，还有未来生活的问题。客家新闻李鹏琪南投报道。